一阵嬉笑声，店员徒手抓起蛋糕，再放回盒子里。他为什么长这样？因为他被你摔烂了。超商店员在店内拆封冷藏区的蛋糕，影片中还写着“谁爱吃谁吃”，超好笑。脱序行为网友气炸。大体修复师，大体修复师，大体修复师。这名女店员没有穿着制服，嬉皮笑脸，徒手玩食物，还疑似要放回架上。影片遭疯传，事发店家就在台中西屯区台湾大道三段上的连锁超商。说公司的员工教育训练不够，因为这是食物，现在食安问题也要建议大家注意。我是觉得蛮幼稚的嘛，是没有必要这样去浪费食物，或者是做这种不对的事情，因为这样也会带给全家店员困扰，但我觉得很没有必要。夸张行为，网友也很傻眼，怒骂超商店员是可以这样玩蛋糕的吗？对此，总公司回应，当时商品卖相不佳，是报废品，没有上架贩售。当事员工已立即解雇，并将对他提告。第一点就是食安问题啊，感觉不太卫生嘛。尽管网络上疑似当事人跳出来表示，最后蛋糕是自行购买，不过这名员工已经被勒令解雇。台中市卫生局也表示，随意拆封蛋糕嬉戏，有交叉感染疑虑，食安处也将派人到店里稽查。三立新闻将军林佩萱台中采访报道。